蔡佳将和美声组合 Just Be 搭档演出，练唱时就出状况了。第一回合要挑战的歌曲就是《情人的眼泪》，这首歌是我奶奶的年代的歌曲哦，50年代嘞。幸亏我会唱，也还好有高手的拔刀相助。Let's go。Hello。We are Just Be。A cappella 很难哦，没有一点音乐底子还真的不行。我觉得唱 acapella 最大的挑战性就是要有很稳的节奏感，还有很稳的主音。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 What new elements can I add? We can always add new beats to it, for example, a beatbox. 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Own style, make it modernized, the breath of new fresh air. 我眼泪会掉下来，掉下来。第一次练唱，艾佳并没有很好掌握 acapella 的精髓，频频出错。应该唱出来新鲜感和节奏感，艾佳也没有做到。但是 Just Be 很看好艾佳，对他很有信心。支持艾佳的朋友真的很多，他们用口号想对艾佳说的，一二三，艾佳加油！好，马上欢迎来自圣公会中学的艾佳和 Just Be 带来 Stand By Me， 还有情人的眼泪，掌声欢迎。要对你掉眼泪。
还有 Just B 的演唱。Thank you very much, guys. 哇，你看这么多位男生多心半月，是不是？啊。So guys, who do you think will be the champion for this season of Canvas Superstars? Of course, Aijia. Cannot just say la. She's the girl. Can you guys do a beatbox to say who's going to be the champion and why? Are you ready?1, 2, 1, 2, 3, go! Yeah. I share the best! Thank you very much, guys! Thank you, Just Be! I share! Wow! Just Be 和 I share 可以组一个团叫 Just Be 家，嘣！Just、非常可爱，但是不要吃太多会发胖哦。真的吗？爱家不怕了，对不对？评审怎么说？首先，林奇玉老师先说好了。我们的费玉清啊，不是，你也不是一样。来讲一下，哎，generally 因为 acapella 那个音准是很难跟的，所以有一点点的那个跑。可是 OK，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我觉得可能在转音方面你可以更加多一点点，因为他们都在转嘛。然后你一个人就这样子，然后有点被比下去的感觉，好，就是这样子，嗯，好，谢谢。好，这一家我们吴嘉明老师，我觉得其实今天到了这个大决赛，关键大决赛了、啊，我觉得是不简单的哦，是，所以我只是今天觉得说有一点僵硬，你整个肢体也有点僵硬，那、啊、唱法方面，因为你没有真正融入在这个 B-box 的这个感觉里面。哦，所以可能要注意一下。好，是，等一下赶快去 massage 一下，还有多一个回合啊，还来得及啊。好，我们的邓妙华老师。妙华老师，我觉得你年纪小小，个子小小，胆识却不小。哦。而且就是，你很敢去尝试不同曲风的歌曲，而上一次到现在我觉得你还是很稳，但是今天我觉得这个 acapella 呢真的有一点不太适合你的那个音域，你的歌路，或者是再继续练下去可能以后会更好，尤其是在那个节奏方面，所以你要加油哦，好不好？好，谢谢我们的评判老师。其实呢，真的不容易啦，一个小女生被六个男生包围要唱，是，对不对？很不容易。